小铃铛敲拍开。咱无输者百输的 YouTube， 大家有起赞、分享，还佮订阅无？小铃铛请拍开，叮咚叮咚。有输无输，坐马输。啊！伫网络顶看啊，有看到巴黎下有一个少年家啊，有咧教人跳舞啊。啊，伊个身啊，甲我同款，拢是完全袂晓跳舞的人。我拄好会当，等一个机会啊，来学一挂舞步。嘿，舞蹈工作室就是伫遮，好，去看嘛。你好 ，Hello， 我是伫咧网络顶看啊，报名的外国人。哦，你是迄个治疗密码？对对，就是我。欢迎欢迎。啊，这是你的工作室啊？嘿啊，对啊，这是阮迄个跳舞的所在啦。哦，你。嘿啊。这个嘴啊，缩个缩个安尼。嘿啊，就是小小的。是。小小的一个工作室。已经开始啊是。伊即马袂啦，即马阮还搁咧准备啦，啊搁过几分钟，阮就要开始。我敢有时间话啥？有啦有啦，迄变数伫内底。好，谢。多谢。我叫治疗密啊，我第一届来啊，啊真正足欢喜。会当啊接触一个舞蹈的世界啦，我完全不要跳舞啦，所以多多指教。第一个流程会先循环的身，然后就一起跟着做。规身躯拢足酸啊！有流汗无？流汗是袂，但是我发现啊，其实我操马拉松受苦啦，所以我筋骨啊拢足痛啊，唔是干那筋骨尔，是规身躯的肌肉拢足酸啊。所以这表示讲，卖操马拉松啊。是安尼。我爱求筋啊，我较不求筋的习惯啊，好，来，我们慢慢的站起来。我们可以慢慢把眼睛打开，但持续这个动态。我们开始加上移动，然后一样启动都是从你的尾椎，你的脊椎就很像一条鞭子一样，或者是海草，随便，就是可以用你自己的想象力。然后我们想象我们的脚底板都有一个颜色，然后你试着要把这个场域涂满颜色，所以你会走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很好。好，我们慢慢的站立，然后眼睛稍微闭上来，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小圈圈里面找穿梭的点，所以不急，这边可以慢慢来，然后一样脖子放松，很好。一样找这个小圈圈的空间，所以你每一步都会很小心。你可以去挑战看看，你快要碰到别人，但是那个距离非常的近，你要怎么去处理？我们慢慢的牵起手，不管在哪里，就是两只手从你的旁边牵起来，所以你可以找洞穿进去，啊，小心不要凹到人家的手就可以了。所以你除了自己以外，要去感受一下其他人，一样不用急，对，很好。停，
好，第二组准备 ，A 一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往前一 ，Low and 滚低，往前滚，六、七，走一，好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往前跑，四蹲，七蹲，很好，走，二、三、四，气球。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七，好。我们等一下看左边哦，去想一下左边。都开始有淡薄紧张啦，因为我是讲啊，是安怎做一挂足奇怪的动作啊。但是我感觉这条这舞蹈啊，真正会当互人个较有自信，卖当。啊，甲人甲人的互动，人甲人的鼓励，扭起那呢。嗯，多谢老师。没。啊，你涂啊，这跳舞真足好耍啊！足好耍诶！我感觉规身躯拢足轻啊。哦，足轻诶！啊，心情嘛足轻松。哦，赞啦！其实啊，甲我修，我所修的完全无同。哦。系啊，我看这网络顶关，你有咧教跳舞。对。我俩总讲诶，这是不是这 breaking 啊？哦。你到肚咧度干咧说说啊？嗯。结果无。不是。其实 breaking 我嘛无法度啊。当代舞蹈啦，就是讲以有点像是那种肢体开发那种。对对对对。就是让大家让所有人都可以跳，因为温姬的工作坊伊都是就是讲希望和上。好，足侪人诶，拢会当来。嗯，对，三岁到九十九岁，拢会当参与。因为我对我足细汉诶时阵，我来九岁，我就开始咧跳舞。哦。我都是科班啊，都是一路这样子跳舞跳上来。是是啊，是。所以我想要借由这个工作坊啊，去甲大家讲，哦，这个跳舞啊，伊其实吼。伊都是一种表演的方式啊，我想要透过这种工作坊，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。是。到今有一个人咧画图。哦，这个是阮朋友啦，你朋友阿远。哎，阿远。好，我觉这一百度真正是赛虎去呗，这不是普通的，普通的厉害啊。住在这咯，啊，这发现咱这风景这么水咯，当然在要这画啊，无我走去外世界走，安尼无好，外口拢塞车。啊，无我带你来去踅踅。好啊，你有时间无？有啦，啊，就是讲，哎呀，我咱画啊，咱发现这上赞上好的，干嘛？这要哪去？用脚？按这骑脚踏车。骑脚踏车上好啦。唔好行咯，看到条山。好，阿先来走啊。好，升脚，升脚。赞哦！定干满满满，赞哦！这是什么？什么蜻蜓啊？这瓦拉贝鱼缸啊！哦，瓦拉贝，瓦拉贝，瓦拉贝什么意思啊？这瓦拉贝意思就是讲吼，这有一个沙洲有无？哎，外口啊，哎，一直延伸过来啊，迄个鱼船啊，拢按只出力啦，哎，遐斜一个弯啊，足大个弯，嘿，外口的沙洲滴来有无吼？嗯，啊，就是干那一个瓦拉贝啊，啊就安尼规个挖下去，啊，所以这个所在名就叫叫瓦拉贝。台北就最爱围道的啊，啊，佮我又在文学家啊，又创作，哎，拢爱来遮，来遮散步啊，啊，翕相啊，安怎，来遮写生啊，啊，就是这景，这足赞的啊，遮。你即摆是古老是毋是？对啊，即摆是古老底，所以你看无水。八楼的时阵啊，规个水都来啊，安尼水啊，啊，中啊是瓦拉贝沙洲啊，一直翻过去，啊，过去是淡水河啊，啊，远佮会使看到迄个大屯山啊。大屯山，嘿，你是刚来的啊？是。到早到暗时啊，你感觉
到这个时间上好个啊，上水庆上水个的时阵。其实咱遮这个瓦尾喔吼，一天啊、一年啊、规啥物时阵啊拢水。啊，不过啊，上赞的所在还是迄个透早有无？加迄个下晡啊，日头要落山的时阵啊。嗯嗯。透早的时阵啊，迄个日头啊，按迄个大屯山遐过来有无吼？啊，佫有一点雾啊，啊，规个吼，迄个金黄色个，规个安尼足诗意的。啊，佮有，佮有一点啊光尔。对啊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佮有迄个白灵犀啊，咧飞出去啊，哎呦，足白，实在是足白人诶。哦，你台语叫做白雾啊光啊。哎，对啦。你到啊尾出来啊，佮有一个一点啊光线。遮水吼，哎，你今仔日无啊？本来是无拢有人踮咧啊，坐遐踮咧画图啊，哦，哎，一看足舒适个啊。我即马了解为虾米哩？你这么爱来吃味道啦，真正是足适合味道的所在啊。对啊，安这路咱办理的后花园啊。一般的人是不是加伊淡水，但是印象中也是会加伊淡水啦。我国家这人知啊，百里其实不是干那有文书丢，而是其他物件，嘛是有一挂信用，阿妈有虾米山湖海。手后壁这观音山、对面大屯山，所以咱讲是山、甲海约会所在。啊，你拄仔好用你的画笔来记录起的，因的小拄长安尼，我感觉这超浪漫的。我定下咧想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对于巴黎对我来讲，就是待会使看足水的所在。啊，当然巴黎啊本身嘛足水的，安尼足赞的，啊哦，待了足欢喜的。做艺术家真正足幸福的。啊！你嘛搬来台湾，住来巴黎好啊，咱来做厝边好。我开始考虑过嘛，啊，先甲阮水某讲。好，你看下，伊到尾落山。那做你嘛拜啦，王爷你嘛拜一个。水仙经月过去，我过你都袂咸味。红心你嘛拜啦，药王你嘛拜一个，一面唱，搬一出戏，咱的梦演到何时？月娘挂日头，风微微。会记得把小铃铛开开哦。